我现在我觉得现在已经在性别上面已经没有任何的太大的差异了，然后这也是很多的朋友们很努力在做的事情，包括我会看到很多女性灯光师，然后女性摄影师，然后他们都做得非常棒，而且在专业上面的表现也非常好，所以不管是哪个性别，或者是你的性向是如何，在你的专业上好好的努力，我觉得你一定可以在你所期待的工作上面达到你的成就。